我每天都起得很早，很早。今天尤其早，5点多就起了，因为我认为在人间要想做任何事儿，都有33.33%，就是人生中有1/3的不可抗力。我特别不适应那种，好像成竹在胸的，成竹在胸的只有一种人，皇帝。希特勒、墨索里尼，但这些人全完蛋了，是吧？哈，连天皇都要退位，自己不当皇帝了。我比较喜欢将军。我们分上将、中将、少将，我喜欢少将啊。少将在世界上来说，一直打仗，并且到现在基本上是不败记录的那支军队，我不说谁都知道，他们。少将是2颗星，一般是师长，一个师15000-16000的人，我说的不准啊，因为我不是说军事制度。原来鸟电视台有一个人，他爸是研究军事制度的，国民党军中制度史，国民党军事制度史，哎，我看过这书，但是我对这个，我不是那么了解，我只是说啊，在旧的军队 ，colonel 很重要，就是团长，上校啊，上校，一个团就能达到一定的军事行动的目标了，一个团，一般3个以上的团组成一个师，师叫 division， 啊，那就更是半壁河山了。在那个强大的军队里边，指挥一个师叫少将，我们翻译叫少将，是配2颗星。那1颗星是什么？1颗星，我们翻译成准将，就介于将军最低层的那个啊，准将。要想打仗，你看英文那个将军叫 general，general，G-E-N-E-R-A-L。这个字同时呢，翻译叫总体、通用、都行。美国有一个特大的航空发动机公司叫 General Electric 就是通用电器。旧中国翻译成奇异，因为前面是 G， 后边是 E， 2个字母 G General， E 是 Electric。General Electric 这个那个字，一个花体的字，画的是记忆啊，我拿笔写一下，就画出来就跟一个蝴蝶似的，或者跟一朵鲜花似的。我早上折腾半天，就血压又高了。记忆。我写的不好啊，这样，原来好多老的电风扇是奇异牌的，后来洋人造东西，他说什么呢？他造东西，他说，那些涉及人，那些涉及国计民生，就是涉及人生命的，因为洋人把生命跟财产看得特重要，老说生命财产，生命财产，生命第一，财产第二。没有生命，没有财产，就屁都没有了。就这个生命财产，他认为涉及人生命的，目前在地球上最难搞的就是大飞机啊，大飞机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人类造大飞机，给大飞机，大飞机什么最重要？就大飞机的发动机，给大飞机造发动机的，只有说英语的2个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，就一个是英国，一个是美国。英国的那个大飞机的航空发动机叫罗尔斯罗伊斯 Rolls Royce， 我们翻译成劳斯莱斯。我们都喜欢坐那车，说劳斯莱斯那车牛逼，女王坐的。哎，其实人家的本工是造飞机发动机的。到现在，全世界的所有的大飞机的发动机
都是说英语的，啊，说英语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两个国造的，一个是劳斯莱斯 Rolls-Royce 罗尔斯罗伊斯，一个就是美国的通用电器 General Electric， 跑不出这两家公司去，其他公司造的那发动机不敢往大飞机上安，啊，更不用说现在飞大飞机什么翅膀啊、垂直尾翼啊、水平尾翼啊、襟翼啊，啊，好多那些重要的部门，什么起落架、轮胎啊，也个个不简单。嗯，我只说最重要的。嗯，还回到 general 这个词，一个 general 下边管若干个 colonel 就是上校啊，上校下边管若干个 captain 就是船长啊，就是上尉。啊，你看我这旁边都是上尉，嗯，就是上尉，嗯，啊，上尉就是船长、车长，你不要小看船长、车长，船长、车长这个也很重要，怎么重要呢？他管着他这个飞行器，或他这个 vehicle 啊，他这辆车，他这条船，所有的人的生命都交给他，你不能说牛逼，我是皇帝啊。我是希特勒，我坐飞机，我就要亲自驾驶，你驾驶不了，嗯，你就坐那飞机得了。你只要上这飞机，啊，你哪怕你是川普，你是拜登，你只要上了空军一号了，你就把你小命交给这空军一号。你看我这牙，是吧？嗯，就是种上了，我种了四颗牙，嗯，然后呢，我这种这四颗牙种了大概有半年不止。嗯，以前说话我都跑风，现在这牙种上了，我仍然不习惯。为什么呢？已经半年这都跑风了，突然现在不跑了，是吧？我是一呲派，现在改喷派了，我就不适应。嗯，然后再过半年肯定会适应，啊，包括我这牙，我去看牙，我一旦相信了这个牙医，我就把我的各种事儿都讲，每次这牙医都跟我讲。啊，为什么要慢啊？比如杀神经，啊，十天又杀。我说你为什么不一次把它杀死呢？你让我这么疼啊？他说不是，一次杀死，我用大量的药或者拿那个刀啊，那个钩子，我们小时候都弄过牙，啊，一下你就解决问题了。但是，如果把你的神经都杀死了，就像一棵树。人都，我现在60多岁了啊，这树如果老了，它就空了，就靠那树皮往上输送养料。如果要把这神经全杀死，那颗牙就成死牙了，死牙就没有营养成分传到那颗牙上，那牙很快就会老，就会裂，那块牙就全死了，就成一块石头了。所以如果能挽救那颗牙，尽量不让它死啊，也就是说不要把他的神经全部杀死，要一点一点的杀死，维持那个牙的生命。嗯，我每次都只要到那儿我就闭着眼睛啊。他给我杀神经是昨天这次杀的是极疼。嗯，他也知道是吧，他都直发抖啊，他心脏都带上 Holter 了。嗯，他跟我说我看见唐老师直流眼泪，那眼泪啊，不是我哭，是我害怕，是我疼，本能的那眼泪啊，就顺着这就，嗯，就是人到那个时候，我想控制全局，我想当通用电器 general， 我想当将军 general， 控制全局，但是不行。一个人做一件事呢，都是由，啊，当然作为将军，就刚才我说的。两颗星不说，美国四颗星叫上将，我们翻译成上将；三颗星我们翻译成中将；两颗星翻译成准将，翻译成少将；一颗星我们翻译成准将。嗯，真正要想作为我那几件衣服，我都收起来了，是吧？我有一件是英国的准将，啊，有什么什么老邓给我好多东西啊，其中我就不去说那个了啊。我现在。要想成为一个将军，你必须当过一个车长，一个船长，是吧？嗯，当过一小连长啊，这是一个上尉，一个上尉就是一 captain。当你打过无数次的仗，
你啊，亲临一线，千灵弹雨，你活下来了，你就有可能晋升。嗯，从一个尉官啊，从一个上尉晋升成一个校官，从一个 major 开始 ，major 是少校。当你干到上校的时候，少校啊，中校，中校一般就是营长了。当到上校，上校就是团长了，是吧？团长升将军是很难的，因为你得有统领全级的思维跟行为能力，比如说话得像我这种大破锣嗓子，真正有危险的时候得挺身而出。什么叫挺身而出啊？是吧？动乱的时候我在天安门拍照，嗯，海湾战争的时候我在伊拉克拍照，拍照啊，不是坐那儿啊，坐安全的地儿直播，那是电视记者，我是在那儿拍照啊。你这么熬下来啊，你这团长再熬下来，你这 colonel 再熬下来，你就应该晋升成 general 就能统领全局了。我说这么多废话是什么呢？是昨天我前天我去弄牙，原计划前天下午研究我那个小摄像机的样品到了啊，但是呢老邓没回话啊，就没有，就推迟到昨天的下午，从前天的下午推迟到昨天下午。昨天上午呢我还有件事儿，我去做签证。嗯，我是中国护照啊，中国护照是到哪儿都得做签证啊。老有人就吹牛逼说这个多少免签，那是公务护照。我当新华社记者的时候我是低级外交官，是吧？我是公务护照，公务护照是政府官员，是由外交部发的护照。我们因私普通护照是公安部发的护照，是公安发的护照，那是外交发的护照，不一样啊。我那是干我第一次海湾战争出国是九等随员，哎，海湾战争是第二次了啊，第一次是西德，那时候还有东西德呢，还有铁幕呢，还有柏林墙呢。我去西德多特蒙德采访四十届士兵仔，是1989年。过了1989年，东西德就没了，就统一成一个德国了，柏林墙就倒菜的了。嗯，公务护照啊，我们国家护照分外交护照、公务护照，这种两个护照是一模一样的啊，颜色不一样。外交护照是红皮儿的，公务护照是蓝，那叫蓝皮儿还是绿皮儿啊？都是金字儿。重一点是，他们都是外交部发的。嗯，啊，以后还有那叫临时因公护照和普通护照。普通护照就是我们私人护照，私人护照都是公安部发的，啊，公务是外交部发的，啊，所以新华社的记者全都是公务护照，都是外交护照，啊，但是高级的，比如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的社长，就是局级以上的，都是高级外交官，都是红皮护照，哎，有一定的外交豁免权，或者有完整的外交豁免权，但是普通公民是吧？当官的时候，当新华社记者的时候，都走遍天下啊，说不用签，那是公务护照，那是外交部的护照，啊，所以拿那个护照的，你就不是个人，你拿那护照，你说我今天干的事儿全是我自己，你就是扯淡，你就是扯鸡巴蛋，啊，你看现在我要到哪儿去叫做签证，因为我那是因私护照。是公安部发的护照，是吧？是管户口的人给你发的护照，而不是外交部发的护照。嗯，我特别喜欢中东。嗯，尤其一带一路，早在一带一路之前我就在那边常住过。我开车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，嗯，这也是季老给我写的嘛，这还是。嗯，我嗯，然后还有重返巴格达，是吧？这是外交部副部长杨富昌给我写的，他是主管中东的。嗯，我一直在那边走，嗯，所以我哈，但我都是中国护照。嗯，以前是，现在也仍然是。哎呀，我去做签证。我特别喜欢一个国家，就是土耳其啊 ，Turkey。现在好像说他们也抗议，说你们管我们叫土耳其。其实应翻译什么最像这个音呢？特尔其，特务的特，啊，而且的尔，啊，奇怪的奇，奇特，特尔其嘛。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国家，啊，
只有这么一国家在亚洲跟欧洲之间，人类最重要的就是亚洲跟欧洲，欧亚大板块也是最大的，是吧？一带一路丝绸之路都由这儿过，我们老说丝绸之路什么西安呢、北京啊，丝绸之路上边最重要的城市是伊斯坦布尔啊，伊斯坦布尔既在亚洲又在欧洲，是不是啊？而且边上往左一指啊，太行山，往右一指是吕梁，它不是啊，它的西边是地中海，嗯，爱琴海、爱沃尼厄海、爱琴海，你想想多美的名儿。东边是黑海，就是乌克兰、乌克兰跟苏联塞瓦斯托波尔、跟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这两天正打仗的那地儿，嗯，啊，气候也好，各种文明聚集到一起。伊斯坦布尔，蓝色蓝顶，蓝顶清真寺、蓝顶大教堂，是吧？啊，索菲亚。索菲亚大教堂还是索菲亚清真寺，我都弄不清为什么。因为伊斯兰占领它的时候也不破坏基督教的东西，基督教占领的时候也不破坏伊斯兰的，他们只是用石灰把，比如伊斯兰占领了当清真寺的时候，就是奥斯曼帝国叫皇帝啊，他们不叫皇帝，他们叫苏丹啊，或者叫什么啊，他们并不把前边的东西说放火烧了，阿房宫波八百里一把火烧了，不是，他们只用石灰、用白颜料、白涂料盖住，画上他们的安拉呼阿克巴，真主最大啊，把那耶稣就盖住了啊。然后过两天基督教占了这儿了，哎，他再把伊斯兰教的盖住，他们并不是烧杀大革命。全他妈拆了，拆了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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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老那儿拆，他们不是。我刚才说到这儿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有点多，有点激动。早上我起来，准备是8:50的火车去济南。说济南呢，我不是要认识100个村支书吗？就有人毛遂自荐，让我去济南去看一个养牛场。那个养牛场是台资的。嗯，台资的，那个牛说那个牛肉能卖到1000块钱一公斤，就是日本和牛用的那种肉。我是不相信任何事儿，我作为一个啊双开的，被双开的，嗯，新华社记者啊，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所以是双开记者啊，我又被双开过两回，所以就是 double 双开，我就要求去看。他就给我定了今天早上8点等，我都把各种行李都弄走了，我都把快递都安排了。我跟那个加拿大，他要来我这儿取快递，就是那本昨天我说枪眼的那本书啊，啊，我把各种都安排好了，啊，我马上就要去地铁站坐地铁了。这时候突然跟我说没抢着火车票，没抢着火车票，啊，该晚上11点再等票。那这个你说那我哪受得了这种东西呢啊，是吧啊，我是管全局的啊，我是 general 一个将军下边啊是一堆 colonel 一堆校官，校官下边一堆 captain 一堆卫官，卫官下边一堆士官，士官下边一堆士兵，嗯，不要跟我讲理由，刚才他不停的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更烦了，说因为这个因为那，不要讲因为什么，我管全局。为什么今天已经4月28号啊，你说今天去哪天回来啊，5月2号5月3号我答应了 CCTV 的那哥们儿，他们家一个人摊上了点事儿啊，我要去出庭，嗯，去哪儿出庭呢，是去云南昆明替他出庭，我要坐那儿听听，是吧，哎，听听他们判的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感情，啊，没感情。我是归文明，不是探文明。不讲感情，我就坐那儿听。如果听着不公，我就直播，是吧？你想，5月2号、3号我要去昆明，万一你再让我从济南往北京抢车票，啊，我再抢不着回不来。我每一个决定是 general 嘛，总体的，是跟无数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。既然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在新浪我有397万粉丝，啊，在西瓜有30多万粉丝，
啊，在公众号有多少粉丝，就是我每天的行动，我得对这些喜欢我的人负责，我不能随机的。随机的那就是陈独秀了，就是机会主义者了，那就是托洛斯基、布哈利，是吧？我一定是我只管决定去还是不去，做还是不做。至于那些细节啊，作为一个 general， 是由他下边的校官决定，校官下边还有一堆尉官呢，尉官下边还得有士官呢，士官下边才是士兵，士兵还分志愿兵啊。一等兵、二等兵，还有新兵呢，所以我不能去做新兵的工作，我只做我这统领全局的，不然我心里老想着，哎，我这儿抢票呢，中午十一点我抢个火车票，是吧？夜里啊，十一点我再抢一波火车票，抢火车票那是大学生干的事儿，啊，还没参加工作干的事儿，啊，又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，我又不是去见萨达姆。又不是像当年我去见卡扎菲，见萨达姆、卡扎菲，人家还拍专辑呢，是不是？而且我现在身体不好，就不能为这分心啊！我那儿还要抢火车票，现在要干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止损。什么叫止损呢？就是 damage control。你看洋人大飞机是吧？哎，如果飞机哪个部位坏了，哎，为什么要发动机多呢？发动机越多，安全系数就越大。灭火坏了一发动机，还有其他发动机有动力呢，所以现在最好的就是止损，止损就是它 damage control， 有人翻译成止损，有人翻译成损控啊，我觉得翻译成损控更好，因为损就是 damage 损坏， control 就是控制， damage control， 现在最好的就是说把订着的酒店赶紧退了，是吧？火车票还没有呢，你订酒店干嘛呢？这些都是所以部队分新兵、普通兵，兵是由士官领导的，一般一个班有个中士领导，是吧？你看美军都在左肩上啊，有个中士的标志，那就是班长。你到我们解放军里边，你问班长是吧？一般领班的、执勤的，你能接触的最低层的就是班长。啊，班长一般就是党员了，入党当班长是提干的第一步。啊，士官、中士就是班长，再往上走，少尉一般是个排长，到上尉就是连长了。我这段就是上尉，上尉再往上熬就是校官，啊，少校、中校、上校。上校极少数的人具有全局观念、具有 general 观念的人。能提升当将军，将军就是 general， 我就说的，现在大飞机用的发动机只有两个工厂能做，一个是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的，劳斯莱斯、罗尔斯、罗伊斯，就是但比它产量更大、质量更高的是，漂亮国的 General Electric， 通用电器，这两个国。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里边的两个重要的因素，他们顽固地认为涉及人生命财产的最重要的东西得他们生产，因为他们说英语的人靠谱啊，其他一些语言不靠谱，这是他们说的啊，他们说是联合国安理会那两个说英语的常任理事国这么灌输的，现在不，这是他们说的，我得歇会儿了，起那么早，这是个老兵的帽子，伊拉克老兵是吧？这个老兵那么多采访，从天安门到巴格达都不出事儿，就是说他每一件事都经过精密的计算，不能随机。是吧？跟爹握握手，跟我女儿一握手，我就不生气了。